堂妹最怕这个手套，平时的时候我只要一拿这个手套，立马跑到屋里面去，她知道我要跟她洗澡。现在是把她拴在绳子里面挂那儿，在跑不脱。堂妹，你要洗澡了，不洗澡身上汤臭，都不想抱你。你往我们身边来，我们都有点接受不了。最近天气比较冷，估计堂妹也有一个多星期没洗澡了，蝴蝶结都整脏了。怎么他们一洗澡就害怕了，尾巴都不敢摇了？他不喜欢洗澡，他自始至终他都不喜欢洗澡。你看有的狗哦，好喜欢洗澡。你看糖糖洗澡就在那儿乖乖的在那儿待着。糖糖，哟，这怎么办？给他从这儿掏出来，来吧。他老要跑，只能把你拴在这里。你看上次给他剪的毛又长长了，希望再长一点，我就可以不用给他穿衣服了。哎，咋那难受嘞？咋那难受嘞？这热乎乎的水多舒服啊！洗个热水澡不舒服吗？对，就是这样，不要动啊。哎啊，他就是这样啊，这热乎乎的。我看你有的狗，你把它放到水里，它就把它的鼻子露出来，整个身体自己把它淹到水里，享受。马上坐一下。他们，等一下，他们，等一下，来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来，等一下。他不对，就用我们的洗发水给他洗吧。他的那种专业洗发水太难闻了，太熏人了。这个洗的毛也很舒服，然后也很香香的。来洗头了，对，就这样站着。哎，对对对，对对对，干得好，就这样。其实最脏的是你这个嘴巴，我跟你说，你这嘴巴天天到处闻。还到处擦屎。洗得干干净净的，明天去走人家。把你的眼屎抠掉。哎，还好，哎，还是有眼屎在这儿。两只耳朵竖起来，爱吃萝卜爱吃菜，竖不竖得起来？它是被夹出来的吗？好，在这蹲着啊。对，在这儿蹲着。你干啥？上来上来，对，上来。对，在这蹲着。好，在这蹲着啊。他屁股也能抖动啊？他屁股劲大得很。哎，你是今天第一次吹吗？洗完了，他们洗完了吧？完了，我太久没洗了，完了，伸手机那么个，完了。哎，他我是洗的不少。怎么洗的又往地上穿呢？他们来，还没洗，还没弄完是吧？来来来来，穿衣服。你拿了个啥？火腿肠是吧？完了，都往他嘴里面丢。我怕是你们完了。往他那个鼻子中间扔。这样吧，还是让他蹲着。让他蹲着。好，蹲一下，蹲一下，对。
往他鼻子那里扔啊，你扔错了，扔一下，嘿嘿，看到没有，没了，把衣服穿上，他不穿衣服，不穿衣服太丑了，我来，我来试，试摸他，这是你的衣服，你不知道，哎，套错了，套错了，套错了。堂妹身上还背个小奶瓶的，衣服有点买小了，调整一下，把屁股盖上，把这个链子取下来，这个链子还有点湿，不然卡到脖子上不舒服。看，我们堂妹洗得干干净净的了啊！那我们俩照个相吧。